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科普一传十物质科学背后的智慧系列。我们将介绍手机背后的物理原理。我们这集的主题是光科技翻转生活。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第一位是工研院电光所的吴志毅所长，所长您好。主持人好，现场跟线上的各位同学大家好。第二位是交大电物系的张文豪老师，张老师您好。佩玲好，还有在座的同学，还有线上的老师跟同学们，大家好。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哦，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哦。本来这个文豪老师是不太愿意上镜头的，但是因为回家跟女儿讲到了说要来上这个科普一传十，他女儿跟他讲说这科普一传十不错，鼓励他要来上节目，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文豪老师的千金，感谢他的女儿，谢谢女儿，谢谢。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场地，这个场地是工研院科技之窗的展示室。那在这里展示了工研院所有我们的台湾最先进的科技。那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因缘可以来到这样子的场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幕后推手，也要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这位就是工研院影像显示中心的陈章林，陈专家，陈老师。那陈老师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那是不是我们大家用掌声来感谢陈老师？好。那我们现场呢，大家听到这个热烈的掌声就知道我们现场也是有来宾的哦。那我们现场是哪一所的高中啊？武林高中。好，那武林高中科学班的同学呢，非常欢迎你们来到现场。那另外除了现场的同学之外，我们线上已经有那个同学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打招呼了。现在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一个帅气的下巴，应该是我们万方高中纪老师是吗？好，这个帅气的下巴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很重要小测验的出题老师，万方高中的纪延平老师。来，同学们，我们已经连线了，可以跟我们挥挥手了。直播就是有这种刺激好玩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线路会给你怎么样的精彩。所以这个同学他妈妈应该非常开心，我们给他了一个很大的特写，但是其他同学就会有点伤心了。好啊，没关系，我们知道万方高中在线上是跟我们在一起的。那除了万方高中之外呢，我们线上还有很多跟我们一起收看直播的学校。现在大家在荧幕上可以看到一张直播地图，就是今天跟我们一起收看直播的学校。那请大家在收看直播时记得拍一下正在收看的现场画面，那回传到科普一传十的粉丝网，我们会特别制作这感恩影片，然后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影像中看到自己的美丽学习身影。另外，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下载了这个最新版的 App？ 我们是这个系列我特别推出了新功能，是什么新功能呢？老师们可以在线上开虚拟教室，也就是老师可以知道自己学生正在收看节目的这个学习情况，将来这样的记录，当学生在申请学校时，都可以成为很重要的备审资料哦。好，那现在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重要，就是要谈 LED。 那 LED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科技名词，我们现在不管是在照明啊，或者是在很多的运用上头，我们都可以听到。那今天来到这个场地哦，也是因为这个 LED 台湾的科技之光的原因，尤其是在我们背后有一个一直发着一种很温柔的绿光的这个生态树。那是不是先请所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那各位同学看一下后面这个生态树，其实上面是有很多 LED 的一个灯泡在里面。那 LED 在近年来基本上除了早先是做这种像是装饰或者是来做一个指示的功能，
那近年来基本上已经推展到照明，然后包括在荧幕的背后、基本上都有很多 LED。 那台湾的就是产业界跟学术界在这方面也贡献了不少的一个研究的心血。的确，这个真的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成果。那其实 LED 它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发光嘛。那可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发光发热，但是 LED 蛮特别的，它只挂发光不太发热。那是不是可以请文豪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是在我们的这个理解上，这个发光跟发热总是伴随在一起产生的。那在这个 LED 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发光的过程是不会发热，那我们又常把它称为冷光或者是不发烫的光。那其实像是我们最早的灯泡，只要一开灯泡没多久其实就非常烫，根本就是握不住的。那这种早期的照明为什么它一定它会发光也会发热？那这个发热发光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你可以从各位同学在高中都有学过这个黑体辐射。那从黑体辐射，从这张图各位可以看到，黑体辐射的定律告诉你，任何有温度的东西它都会发出电磁波。那如果说温度不高的话，那它所发出的电磁波就在红外线甚至到微波。那如果你要让它发出来的光让你可以看得到到可见光的话，那这个温度要相当高，一般来讲都要到这个上千度。那以这个太阳光来讲，太阳光的话它的这个温度就高达5000多度啊。是。那从这个太阳光的这个光谱里头，你看你可以看到这图上面啊，就是黑色那条线代表的是黑体辐射的光谱。那么你看看那个红色就是太阳光的光谱，你除了受到一些水分子还有这个空气中的分子吸收以外，大致上它的行为就像黑体辐射一样。是。所以说我们早期的熟知的这些钨丝灯泡的发光其实也就是利用这样子的原理是吗？对，就是早期的灯泡其实里面有钨丝，那它发光的原理是说，就是我们把电流通进那个钨丝里面，然后那钨丝基本上是罩在一个真空的一个就是玻璃里面这样。那其实它发热的原理发光的原理是我们透过电流电压加热那个灯丝，灯丝的里面的温度可能到1000-2000度以上，然后那在这个1000-2000度就跟刚才张老师讲的就会有黑体辐射，就有可见光出来。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其实大部分的你通进去的电流跟电压的能量其实是消耗在热上面，所以那光只不过说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附加的产品。所以变成说它的发光的就是以能源的效率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当低的，它可能90%以上的能量都消耗在热里面。那我们还要还挺浪费的，对，那我们还要再开冷气把那个热再把它降下来，是，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环保不节能的一个发光的一个就是方式这样。的确，哇，90%都用在热上头，那我们要的光其实只用到可能不到10%的能量，对，太耗能了。所以听起来这个钨丝的发光是标准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其实像是这种非常耗能的这种发光的方式就很有改进的空间哦。那是不是请那个张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是怎么样去改良灯泡这个产品呢？其实第一个阶段照明科技的变革应该是算是日光灯的发明。是。那日光灯它的原理跟这个灯泡就有点不一样了，它是在一个日光灯管里面，它填充进去一些惰性气体，那少量的这个汞的蒸汽，那你通电之后你会游离这些惰性气体，那它把能量带给了这个汞原子，那电子激发到高能态，然后掉下来之后它就会发出紫外光。那为什么它会让你看到这个白光？因为它涂了一些荧光粉，那这个紫外光照射荧光粉就让它变成白光。所以其实就日光灯管已经大大的改良了钨丝灯泡非常耗能90%的这个能量都发挥在热上头这个情况。那可是科技的这个改良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那日光灯管它又有怎么样子的致命的缺点让我们认为要再去改进它而有后面这个 LED 的产生呢？好，那日光灯管的发光的原理就是刚才所述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里面有一些汞蒸气，然后通电，而且要加蛮高的高电压，然后游离汞蒸气里面的电子，然后在这个电子耀迁的过程之中放出紫外光，然后紫外光再去就是打到就是灯管旁边涂的磷光粉，然后把它转换成白光。那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构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有两大缺点。一个，你需要高压来做这个就是汞蒸气的离子，就是让它的电子把它就是游离掉。所以你需要高压，所以一般以前的灯管电灯管其实是有个启动器，那个启动器就是把我们家里一般120伏的电压转换成比较高的高压，就是在它两头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启动器。那启动器是因为在高压，所以很容易，就是它基本上常常我们的日光灯管坏掉，并不是灯管坏掉，而是那个启动器坏掉。如果就是弄小时候有看到过家里的灯管，有时候坏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闪一闪一闪的。对，其实那就是启动器坏掉这样。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寿命基本上不会太长。第二个，它基本上是有汞蒸气。那汞蒸气大家都知道，说汞不是一个友善，对环境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原子这样，所以汞算是有毒的一个就是元素。所以那你制造日光灯管，就是你之后要回收跟回收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那个汞蒸气的处理，其实对环境来讲是一个很不友善的一个方式这样。所以后来日光灯管就会就是大家想说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让它对地球的污染没有那么大。所以日光灯管解决了节能的问题，可是又创造了环保的问题。那在 LED 它在材质上头，在材料上头是不是做了这方面的克服呢？是，就是说 LED 可以算是照明科技的继日光灯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革命。那基本上 LED 它的材料是一个半导体。那它是透过呢，你一样跟日光灯的原理很像，它是把电流注入之后，那比较高能量的电子会跟这个电动啊，那结合之后它就会放出光，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并不会有任何的物质给消失掉，那不像这个它需要燃烧自己，那基本上它的寿命也可以很长。刚刚老师提到说 LED 它很重要的材料是半导体，可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半导体的材的这个的理解大概跟这个会发光的这个半导体不太一样，是不是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半导体是什么呢？半导体它是一种介于金属跟绝缘体之间的一种材料。那我们如果说纯的半导体，基本上它的特性呢跟绝缘体基本上是行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纯的半导体它的用处其实并不大。那半导体它之所以会有用，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加入一些杂质，那这些杂质会改变它的导电性。比如说在图中你看到的，各位应该很熟悉，就是说半导体在四轴的这些，比如说碳系锗锡铅，那这个系跟锗就是最典型的四轴的半导体。那如果你把它加入一些，比如说像三轴的硼跟铝，或者是五轴的这个磷或砷进去变成杂质的话，那它的这个就不再是绝缘体，它就开始会变成是具有可控制的导电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半导体。所以听起来这个半导体的本质其实是因为混入杂质的结果。是，那这些为什么混入这些杂质它就会有产生这种半导的特性呢？其实这个要解释起来其实是有点复杂，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想，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四轴的半导体，它的概念就是说它的外层电子有四个，那它每一个原子都跟四个原子接在一起的话，所以这些电子全部都变成共价键。各位同学可能在高中都有学到一些，那这些共价键呢，这些电子全部都被绑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那我们说如果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位置让你移动的话，基本你们每个都不是自由的，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导电的。但如果我加入一些杂质，比如说我现在加入磷当成杂质，磷是五轴的，那它会多一个电子，那这个时候呢，多出来那个电子它就可以在你们中间自由移动，你们的位置都占满，不能动，但是这个多出来的电子就可以移动。
所以在荧幕中的那个自由电子，那一颗自由电子就是加进去的那个零。对，那零因为它是五族，它多了一个电子，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自由的电子。是。那如果是我们就把这样子的多出电子的这样的半导体称为 N 型的半导体。嗯。那另外一种 P 型的半导体，就是说如果我在四族的半导体里面加入了三族的，像硼它最外层只有三个电子，所以它如果加进去之后，就会多出一个空位。哦，那那个就可以玩大风吹了。对，那那个空位其实它可以跑，为什么呢？你看这样想，如果你旁边有个空位，你可以挪到旁边的空位上，你自己的空位留下来，就像那个空位在移动一样。所以那个空位我们又把它称为电动，所以这一类型的半导体我们就称为 P 型的半导体。嗯，这样很有趣。所以我们放什么东西进去，要不然就是多一个，要不然就是少一个，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控制半导体，是吗？对，那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半导体是像就是我们之前机体电路或者是电脑里面的晶片，那那个的基本上也是半导体。那其实它背后的原理都是透过这个 N 型跟 P 型的掺杂，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组合来让它可以来做，就是我们比较就是在讲就电脑的晶片是做一些控制电流的开关或者是放大或讯号的处理。那在就是 LED 这边也是一个半导体，只不过说它利用这样的结构来做发光。嗯，好有趣哦。那所以LED 也是用透过 P 型跟 N 型这样子的结构下去发光。那这样子的组合方式在这在它的差异性又是什么呢？对，基本上 LED 哦，就是说是就是由 P 型跟 N 型的半导体结合。那 P 型跟 N 型半导体结合在一起，我们又把它称为二极体。所以它的全名叫做发光二极体。那像各位在图上面所看到，如果你把 P 型跟 N 型接在一起，那 N 型这边有一堆电子，那 P 型有一堆电动，那你只要把它加了电压是顺向的话，你就可以把电子跟电动把它这个推挤在一起。所以当电子在高能态，那电动在低能态，它们碰在一起就会发光了。如果你反过来呢，你这个加反向的电压，你就会把它们都赶到旁边去，所以中间就会产生一个叫空乏区，那这时候就不会发光了。哇，所以其实只是透过这个电流的方向就去可以控制它发光或者是不发光。可是这个原理好像跟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好像不太一样吧？是，它刚好它这个是有点像反过来，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嗯，怎么说呢？光电效应它的基本原理是说，我现在对一个物质通常是金属，我把它这个打了一道这个 X 光，高能量 X 光，那它能量给了这些电子之后，它有足够的能量能够跳出这个物质，那形成所谓的光电子，所以这个电子会跑到这个物质外面来。但如果是这个 LED 的话，我们注入的电流跟里面的电子跟电动复合都是发生在这个物质里头，所以它的基本质是不一样的。是，那这种发光二极体似乎是透过物质本身的电子流动去发光，那我们可以用水流的方式去理解。对，就是它电子流动跟一般水流基本上是类似的，就是说我在电子在能量比较高的地方掉到能量比较低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有个能量差。那就好像这个图上面显示的，就是说我的电子本来注入的时候是在所谓的导电带，那到了价电带有个空缺，它掉下来，那个能量的差别基本上就放出电磁波或放出可见光。那有点像水流一样，水流在高就是好像水坝里面的水在高就是位能比较高的地方，它如果掉下来的时候，它就是失去的那个能量，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发电，来做水力发电。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的物质或者不管你今天是水或者是电子，你从能量高的地方掉到能量低，就是位能高的地方到位能低的地方，它所释放出的能量我们就可以来利用。那水流可以来利用发电，这边基本上就是透过电子从能量高的地方掉到能量低的地方用来发光，我们用它来发光。哦，的确用水流来了解也是挺好的。那除了这个组合方式以外哦 ，LED 它跟我们这个 LED 这个半导体跟我们一般大家觉得这种那个圆圆的上面晶圆谢谢晶圆上面这个半导体，它还有哪一些的差异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半导体大致上分为两大类
那有一类呢，就是说像刚刚吴所长讲的，电子从高能态掉下来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能量释放，它有一种会发光，有一种不发光。那不发光的这种，它就变发热。那像一般我们来作为这个电晶体或是晶圆，像各位的 IC 电路上面，这些都是属于不会发光，它会发热的这种半导体。是。那另外一种是掉下来，它是会直接就放出光，所以基本上这种半导体我们又称为光电半导体。所以你刚刚说的一般的半导体它会发热，所以我们的电脑用就会热热的，或手机用久了就会发热，就是这些半导体放出来的热。是。哦，是。好，那这样看起来它们主要的差异似乎是在材料，对吧？对，就是说会发光的半导体跟不会发光的半导体，基本上是说我在就是材料里面的一些能阶的一个就是不同。那现在荧幕上面秀的就是说，我们很简单来看说，横轴就代表就是这个电子的动量，纵轴是代表电子的能量。所以一般会发光的半导体，我们把它叫直接能系。直接能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说，电子呢从比较高能量的那个导电带、传导带掉到下面的那个价电带的时候，多出来的能量基本上就变成光，就是跑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它的就是动量是一样的，就在上面的动量跟在下面的动量是一样的，所以它的能量基本上由电磁波把能量带走，所以会满足能量守恒。可是我相信各位同学在国中、高中物理的时候都有学到说，一个物理事件的发生要同时满足能量守恒跟动量守恒。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它动量一定会守恒，因为它在高能态的跟在低能态的时候的动量是一样的，所以动量本来就会守恒。可是右边那种半导体，就是一般我们做 IC 或者机体电路的半导体，它是属于就是间接能带。间接能带就是说我导电带的最低点跟价电带的最高点，它的动量横轴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我的就是电子掉到下面的那个就是价电带的时候，虽然能量是由电磁波或可见光带走，可是它的动量本身是在就是那种初始态跟就是最后的结束态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动量，所以它动量是不守恒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就不会发光。所以其实所谓的会发光或不会发光 的半导体，基本上背后的原因就是各位同学就是最基本的动量守恒跟能量守恒。那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半导体再去我们去调控它，很重要的方式是透过材料的方式去调控。那就想到这个爱迪生当年发现灯泡的时候，光是试那个钨丝是试过非常非常多种材料，这个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了不起科学家的故事。那我们在帮 LED 的这个半导体来找材料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类似的故事呢？是，其实 LED 发展的非常早，但是它真正能够进到所谓照明的科技，其实是跟蓝光的发现有关系。所以在2014年的诺贝尔奖，也把这个当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三位日本的学者，包括赤崎勇，然后天野浩，还有中村修二。那为了就是表彰他们在蓝光的 LED 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中村修二，其实他有很多这个非常励志的故事，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回去也许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这个中村修二他的很成功的特别的故事。你就这么交给他们自己去查哦，不稍微提一下他的励志故事的方向吗？你要稍微讲一下，他们才会说、这么精彩，那我要去看嘛。你们去想象啊，就是说如果要拿诺贝尔奖，通常你都会认为说他一定是什么大学者或大专家。是。可是当年其实这个中村修二 Nakamura 他连博士学位都没有。那其实在发展蓝光 LED 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有感觉，是因为那个年代刚好是我当学生的年代，在二十几年前我还在当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在全世界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这个蓝光的技术。那当时 Nakamura 就在这个尼西亚一家小小的公司里面，那他以一个工程师，但是他就在全世界都做到很非常领先的这个技术，所以我想是相当难得也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光听到这点感觉励志，要找来看了。好，那现在说实在 ，LED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那就像您刚刚提到说，这个蓝光当时大家都在找，那为什么就是特别要去找蓝光呢？你可以从光的这个三原色来看哈，光大概光的三原色就是红、绿、蓝嘛，对不对？那其实早期 LED 在发展的时候，红光的 LED 老早就有了，可是当时大家并不觉得说红光的 LED 很有用，所以都拿来当指示灯哈。所以你在很多仪器啊或者什么看到那个小小的红光点，那些其实就是早期的红光的 LED。那科学家就慢慢想到，如果我们可以把 LED 做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绿色，如果连蓝色通通都有了，那我们把它合起来不就可以变成白色了？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白光的 LED， 那我们就把一般的 LED 的应用从原本的指示灯变成是照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的确，一旦可以用到照明，它的运用性其实就广非常多了。那既然红光跟绿光这么早就发现，那其实它在我们生活中应该也是有蛮重要的，扮演蛮重要的功能吧？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的那个指示灯才是红绿灯呢？其实指示灯、红绿灯到跟那个就是当初 LED 的发展没有就是直接的关系。哦，是哦，啊，好失望哦。那原来不是。对，那就是现在红光跟绿光的 LED 其实还是很有用。那我们刚才虽然说就是蓝光的 LED 出来之后才会有白光，可是它三原色里面你还是需要红光跟蓝光，红光跟绿光。所以在灯泡里面还是有类似的一个就是红光跟绿光。那再者就是红光跟绿光现在用在很多装饰上面，你家里过年过节圣诞节装饰的那些就圣诞树上面的那些就是 LED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红光跟就是绿光的 LED。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上课或做简报用的那个雷射笔，通常也是都是绿光或者是红光，那也是用半导体的就做出来的。圣诞节的红色跟绿色装饰应该也不是跟这个红光绿光比较早发现有关系哈。对，好，那我来，应该也没关系哈，所以刚好可以用这样。对，刚好挺好的。那刚刚其实一直看到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蓝光的这个 LED 它到底是在材料上什么特殊性这么难被发现啊？就蓝光的 LED 跟红光绿光的 LED 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那传统就是红光的 LED 跟绿光的 LED 是比较早做出来的，那如就是荧幕上这边看到的，就是红光、橘光、黄光或绿光是所谓波长比较长的可见光。那当初用的材料是右上角那个就是铝铟加磷的那个就是那种的材料，那后蓝光一直很难做出来，因为铝铟加磷的这个材料没有办法做出蓝光。那要加入蓝光的话，你需要加入所谓氮，就是我们氮气那个氮，所以就变成铟加跟氮的那个这个系统的个材料。那这个材料比较难制造，那就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好的一个就是单晶的材料其实比较困难。困难的点是要把氮这个元素加到就是这种固体的材料，因为我们都知道氮是气体的，你要让氮乖乖的待在固体里面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它的就是制造的过程那种就是变成说花了更比红光跟绿光大概多了20年的时间，才有办法把那个材料做好。所以是因为材料的不一样，然后来决定说发光二极体是发哪个颜色的光。哦，所以那个氮是关键。对，是。那如果是找到了现在有蓝的、红的、绿的，光是这三个我们就可以混成白光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照明都是用这三个光下去混的吗？混成白光有很多种方式，用三原色的光是最大家最就是熟悉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从我们小学就教过，就是说三原色的光你只要红光、绿光跟白红光、蓝光跟绿光，你就可以混出白光。是，那这就是图上面左边的那个方式，就是说我用红蓝绿各一颗 L 那种发光的几体各一颗 LED 就可以有白色的，管家就有白光。可是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它有另外的方式，也你可以用两颗，像最右边的你用互补色，这一样我们在国中国小的时候有教过说，哎，我白色其实是两种互补色把它混起来的。是，那蓝光的互补色就是黄光，那 LED 我也可以找到就是发黄光的，就是来做，所以也有发黄光的，也有发黄光的 LED。那我就把找红光、蓝光跟黄光把它混在一起，也可以变成白光。那这个是用两颗，
那可以有更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就是用一颗就是蓝光，那或者是用一颗紫外光的 LED， 就是它的波长最短，然后它的能量也最高。然后呢，我在旁边再加入三色的，就是蓝色、绿色跟红色的荧光粉，把它转换成由紫外光的 LED， 把它转换成就是红、蓝、绿，那又变成白光这样。那这只需要一颗 LED，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种方式来做。做白光，不过蓝光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当初红光跟绿光都做了出来，蓝光出来之后才可以，不管你是用刚才的哪个方式，你还是都是需要蓝光。是，好，那现在我们对这个照明产业的发展已经有一些概念了。那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把 LED 这样子的技术也引进了这个荧幕的运用，那是不是也是因为 LED 这个引进也产生了一次大的革命呢？是，就是我们传统的就是电视大概十几年前，大部分的电视还是用所谓的阴极射线管，就是图上就是那种，如果就是各位同学，对对对对，如果可能在现在小朋友太年轻，他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可能到阿公阿嬷家里，可能有时候还有那种比较旧的，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阴极射线管。那阴极射线管的原理就是说，我后面有个电子枪，然后呢，我就透过电场去扫描那个电子枪，荧幕的最前面基本上是有荧光粉，所以你电子枪加速打到那个荧光粉之后，它基本上就会发亮。同样发亮之后，我前面再用那种就是绿光片把它转换成红光、绿光跟蓝光，所以每个画素上面有红光、绿光、蓝光，基本上就是一个全彩的电视。那这是传统的电视的一个就是那种一个原理，不过它的缺点就是说它的厚度就会变成很厚，就是说因为我电子枪要扫描，所以它的厚度它需要有一个距离，它需要有个距离来做电子枪的扫描，所以传统的电视都很厚。是，那所以这样听起来有 LED 的技术进去了之后，除了把电视从这么厚变成这么薄之外，它还有哪一些的优势呢？基本上就是说真正把它变薄的其实是液晶的科技。那液晶的科技 的是在于说它背后有这个透过 背光的模组去照光，然后去改变液晶分子，让它改变它的偏振态，所以控制它的明亮。那但是传统上你都是用灯管，其实它还是不够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现在的 iPhone 要灯管的话， 你的 iPhone 要有多厚对不对？是，拿起来就吃力了。所以说其实它的背光模组，你真正把电视变薄是液晶这个概念，可是把它变到能够轻薄短小到你可以随身携带，那背光就不能再用灯管，所以就开始慢慢改成 LED 了。是，对。那所以 LED 它有很多好处啊，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让它缩得非常非常的薄。那其实在它的显示上头，其实除了薄之外，它在显示上头其实跟传统灯管的效果也是不太一样的吧？是，当然不一样，就是说这个 LED 它在开关切换上会比较快，所以速度快，然后再来它的明亮度也比较高，那你也可以对比也高，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甚至要去调整它色彩的饱和度，你都可以透过去调整它背后的光源，然后能够让你看起来那个颜色看起来更亮丽。是，它其实背后的光源是可以去调控的。其实刚刚所长就有提到，它的这个白就有好几种的调法，所以我们看到的白并不是真正的白。可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有手机厂，知名的手机厂说他们的黑是真正的黑，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这样子，我为了解释这个，我还特别去在我们普通物理实验室带了一个道具来哈。就是我们这个液晶在控制它的光的通过与否，是靠这个偏振片里面的液晶去控，应该说靠两个偏振片，然后里面的液晶去旋转来改变它的偏振。比如说这个是两个同样偏振方向的偏振片，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我把它摆在一起，其实基本上它还是透光的。但如果我去把它一旋转，基本上让它偏振是垂直的时候，它就完全就变黑掉了。但是液晶的原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可是呢真正它黑的时候，其实你背后的光还是照着，所以它这个黑不是真正的黑，它只是把它的光线呢把它挡掉了1000倍1万倍。是，所以你各位如果你拿着手机，你除非把荧幕关掉，否则你在黑暗中你去试着用你的手机去呈现黑荧幕，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真正的黑，它还是亮的，只是它比一般白色亮还要暗一些而已。是，所以这些手机厂它用的这个黑的这个技术又是什么呢？
所以一般所谓手机厂就说那种黑色很黑的那种对比度比较高的那种手机或者萤幕，它的原理跟 LCD 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它基本上用的东西是用有机的，就是发光二极体，一样是我们刚才讲的 LED 是发光二极体，不过它用的材料是有机的材料，就是含碳的，就是各位同学在高中化学、国中化学，就是含碳的东西就是有机的材料，所以它用的东西是一个有机的发光二极体。那它的好处为什么它会就是变成说黑的时候是全黑，就是说它每个话素基本上就是有机发光二极体来组成的，它并没有后面的就是背光板，就好像图这边是那种就是显示的，左边是 LCD， 它后面有一个就是最下面那个背光板，它随时都是亮的，你靠着前面的液晶跟偏振片把光挡掉，可是你再怎么挡还是多多少少有光会露出来。所以右边呢就是那种厂商在讲的，就是说我用有机的发光二极体，那个 O 是指 organic， 就是 OLED 来做这样，所以每个话素都是一个 LED， 可是是用有机的材料做的一个 LED。那所以它每个话素暗，你就不要通过电流就好了，你就不要给它电流电压，它就是完全是暗的。那它不会，它本来后面就没有背光，所以它暗的时候是百分之百零，就像真正关灯一样的暗，关灯一样就是暗。所以它的对比度就会更大更高，就是说我白的跟黑的，它的对比度就会比较高。所以就回答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它的黑就是真的黑。这太有趣了。那如果说它像是平常几乎都是亮的，既然用OLED 的话，它暗就是可以关掉，这样是不是可以更省电？而且刚刚如果从这个结构看起来，它的结构比之前的 LED 的这种液晶萤幕来讲，感觉是更薄的，是吗？是，其实它是的确是比较省电的，因为你没有你不需要用的时候它就关掉，它要呈现黑的时候它就关掉，但是像这种 OLED 还是有它的问题，因为它的材质上就是说有机的材质会有寿命的问题，所以你长时间使用它会慢慢的就死掉了哈，所以它也会有所谓的这个萤幕烙印的问题。如果你常常在某一个地方呈现某一个字，就像你这个图上右下角那个 CNN， 你如果一天到晚看 CNN，CNN 就在那个地方久了之后就烙印下来，因为那个地方寿命特别短。所以如果我们的手机是 OLED， 就要萤幕要常常给它换一换就是了。不过它还有其他的技术在克服啦，所以基本上是。但是它如果薄的话，是不是就更可以弯了呢？对，所以用有机发光二极体，就是说 OLED 来做的就是萤幕，它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材质，它基本上是可比较容易就是把它制作在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就是基板上面。一般的萤幕都是做在玻璃，我们大家都知道玻璃就是硬硬的，你一折它就破掉。可是有机发光二极体它可以做在像这种软性的基板，我们工业院其实做了很多这种有机发光二极体的萤幕，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做在一个可挠式的一个基板，它可以是塑胶，可以是像那种就是投影片的那种薄膜这样，所以你就可以做可挠。那最近常常就是电视就是开始那种手机有那种折叠式的手机，基本上的原理就是用这个方式。是。哇，那我们一路从这个照明一直谈到这个曲面的萤幕，现在要赶快把握最后的时间，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工研院在发展这个 LED 最新的科技是往哪一个方向呢？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OLED 有它的好处，不过就是它基本上黑全黑，然后对比度比较高，然后又比较薄，可是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有机的材质，就是 organic， 就是 OLED。那我常常在比喻说，有机的东西，有机的材料就像人一样，活了七八十岁，就是八九十岁，既然会老化死掉这样。那无机的材料，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些加音啊，那些材料，基本上就像石头，过了一百年它还是石头这样。所以有机的发光热集体来做的萤幕，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寿命的关系。是。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在下一世代，就我们从刚才从 LCD 到就是液晶萤幕，到就是那种 OLED 有机发光二极体的萤幕，然后在下一代就是我想办法把那些有机发光二极体的那些话术的那些有机的材料变成无机的，我就是变成无机的那种就是蓝光绿光 LED。那这个就牵涉到说，那我每个话术基本上就是要由一颗或三颗 LED， 你可以产生红蓝绿来做，所以你就需要很大量的就是 LED， 要尺寸要做得很小。那这个牵涉到里面一些
LED 的制造技术跟一些转移的技术，那这个是工业园现在很多就是做就是那种显示器产业的厂商基本上都朝这个方向来做。是，我想光是要切到很小就是很难的技术了，那又要能够在一个面积里面放这么多小的这些单位，所以就目前来说最大的这个关键需要克服的点是什么呢？我想这应该是巨量转移的技术吧，这个是吴所长。我就是基本上它需要就是第一个把 LED 切得很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巨量转移，巨量转移就是我们刚才想象说我们一般的电脑萤幕或电视的萤幕，以现在的就是那种解析度的话，就是大概可能是比如说1000×2000，就是我们在家里 常看到的，就是那种不管是42寸或者是50-60寸的电视，它解析度大概 横轴有2000个画素，纵轴有1000个画素。那你们就像简单的乘一乘就知道说，那横的2000，纵的1000，它里面总共有200万个画素。200万个画素里面每个画素都需要红蓝绿，所以就是600万颗 LED。所以你要把600万颗 LED 放在就是你的电视里面，要切得小，要能够全部把它塞进去，对，要切得到那种就是 micrometer 那种的一个等级，再把它就是放到里面，需要的就是不只是 LED 的切割，还有这种巨量转移。因为你一次如果放一颗，你如果想象说你的荧幕上面有就是，我说一颗一颗放要放好久啊，600万颗 LED， 你一颗一颗放。可能就是你可能一年只能做一个工厂，一年可能只能做一片就是电视萤幕，所以你可能要找到一个技术叫巨量转移，我一次就转10000颗甚至100000颗，那这个就牵涉到说我可以把 LED 切得很小很精准，然后转移得非常仔细这样。是，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面板产业是相当发达的哦。那如果说未来我们是往这个 micro LED 下去发展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就是想从老师的这个观察，我们在台湾上头有是不是有发展的优势呢？当然是有优势，就是说我们在前一波的这个 OLED 的面板产业，其实台湾已经失去了一些先机。那这个下一个世代，相信这个用 micro LED 来取代 OLED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台湾的 LED 产业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它有完整的产业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紧要关头结合产官学一起来努力，其实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在这个方面的产业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是，所以这真的是要请国家之力才有办法去发展的产业呢。那现在我要赶快把两位老师的时间开放给我们线上的同学哦。好，有同学提到说对于颜色显示的精确度，例如 sRGB100 之类的技术是使用哪些方法达到的呢？就 RGB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有说过，你可以透过 RGB 三个颜色来就是制造各式各样的颜色这样。那个里面基本上其实是跟人的眼睛有关，因为人的眼睛为什么所谓的三原色，是因为说人的眼睛里面就只有三个类型的细胞，一个是感光红色，一个感光绿色，一个感光蓝色。所以你的 LED 的那些灯的就是或者是那些就是发光二极体，它的波长如果越针对眼睛的细胞来做制造的话，你因为所谓的色彩饱和度，那都是针对人的眼睛，那你的颜色就会更漂亮。所以所有的对所有的技术都在欺骗眼睛，就对了。其实就是在欺骗眼睛，就是让你的眼睛觉得说，就是针对你眼睛的三种细胞，让它觉得说，就是它的一个敏锐度会更漂亮，这样。其实就是在就是欺骗你的视觉这样。是，好。那再同学问到说，请问易经与 LED 跟 OLED 的优势？对，刚刚其实我们讲过，一般传统的易经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个色彩更饱和、更快速，所以现在慢慢转到饱和度比较高的 OLED。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有机的材料有寿命的问题，是，对啊，所以下一个阶段就是说能够把 OLED 用 micro LED 来取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全世界都在发展这些技术，那也有一些国家也取得了一些先机，那台湾也正在努力当中。我想台湾努力的机会是很大的。是，好，那
不同颜色的显示有什么优缺点？这个问题我不太懂。嗯，也不懂，所以老师也不太懂不同颜色的显示。对，因为一般我们需要彩色的荧幕，就是需要红蓝绿三种颜色去把各种颜色组合。哦，是这个意思。对对对，那就是那种，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看你的眼睛是怎么样让你的视觉觉得说这个色彩是最多最多样化的。嗯，那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会针对你的人的眼睛的那种三个视觉的那个颜色去来就是改变，就让你的颜色或者你的就是荧幕做的色彩更漂亮。是，好，那有问到说 OLED 是现在唯一可弯曲的荧幕材料吗？这个就是其实不止，就是我们刚才最后讲的 Micro LED 也可以来做弯曲的。嗯，就是说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包括常看到市面上看到弯曲的荧幕，没有错，是用 OLED。嗯，那未来就是我们刚才最后讲的那个 micro LED， 其实一样有这样的优点，你可以把它做在弯曲的材料上面，这样。嗯，其实只要东西切得够小，都可以弯。哦，所以重点是要够小。够小，铁很硬，没办法弯，但是你把它切小小，就变盔甲，你可以穿在身上。是，哎，这个，啊，这样的概念就容易了解了。嗯，好，那我同学问到说 ，OLED， 因为刚刚老师强调它是有机的，那它会比较环保吗？那废弃的这个 OLED 又怎么处理呢？比较不幸的是不会，它不会比较环保，因为它还是需要那种这个东西。我们之前被问过很多次的，就是说，这些有机的发光二极体，不像你在超市买的那些有机的食物，大家一听到有机，哦，环保，对对，大家听到有机就比较健康，不是那个有机，只不过说我刚才有说过，所以有，就是，有没有碳而已，有没有含碳而已，而不是说它比较环保、比较健康，它一定不能吃。所以那种就是各位同学，就是即使你家里是有机的。什么那种发光二极的电视，不代表它可以吃，而且它真的很不健康。对，哎，这个比喻有意思。好，那有同学问到说 ，OLED 在黑色的时候，其实它其实就是关掉嘛，所以那时候是比较省电吗？那LCD 则反而在白色的时候是比较省电，是吗？嗯，当然你把它关掉，它就不通电，当然比较省电。嗯，那。液晶萤幕一般 LCD， 因为它背光都一直不断持续开着，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一定比较耗电的。嗯，所以不管你是开黑萤幕还是全亮，它耗的电是一样的。哦，所以其实它都已经亮在那，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它一直亮着，其实都是跟它前面的那个。你现在看到是黑色，跟看到白色是没有差别的。对。好。好，同学问到说，刚刚老师有提到说，OLED 它的寿命是比较短的。那在比较短的情况下，它的寿命到底是多久？那如果说是不是只要把这个 OLED 的寿命做得比手机其他的零件长，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没差了？是没有错，就是说，而且现在有时候大家手机两三年就换，它根本就还来不及死掉啊！这就是厂商聪明的地方。你想说那种就是。现在所谓 OLED 的萤幕最普及的是用在哪边？用在手机、电视的。现在开始有，不过比较少。原因就是因为说，通常我们一般人就是手机可能两三年就换一次，所以它上面的萤幕就是寿命只要超过两三年，好像大概你就会把它换掉了，就交代的过去了。是。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做在电视。一般家里的电视，哦，你爸爸妈妈的电视可能15年、20年还在用，那个等级就大概差了10倍。就是说，所以为什么 OLED 的萤幕是先从手机开始普及化，是因为说我们消费者的习惯，大概因为现在萤幕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寿命比较短，所以做两三年比较简单。你要做二三十年的萤幕。你的那个就是成本或者是困难度比较高，所以 OLED 的萤幕是先从手机开始，然后那等到技术成熟或者是价格比较就是降下来之后，才会慢慢到就是电视普及化。嗯，说这个就是说，当你要把寿命延长，你要这个你可能会遇到科学的瓶颈。嗯，可是工程上你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误以为它变生命期变长，比如说。我就把这个像素把它缩小，那同一个地方我就用三个 OLED 来轮流使用，那我就，我的这个寿命就增长3倍，虽然它原本材料还是旧的，
因为我们眼睛也分不出来那么小嘛，你分不出来那么小，所以我就把它做更小一点，然后轮流使用就好了。那轮流使用的话，那每一个的寿命都增加三倍。对，哇，好厉害！这是工程的做法，但科学上你有瓶颈，工程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欺骗你的。的确，因为我们的眼睛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哦，所以其实从这个理论到真正我们消费者的感受，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调控的空间。这应该就是科技跟科学的差别。好，那我们再好，那有同学问到说，荧幕那么大，如何去控制每个地方的这些液晶的分子呈现的状态呢？尤其将来那个到 micro LED， 哇，那要管的范围又的每个单位又更多了。对，就是说，在那荧幕，其实就是我们的荧幕都是一个矩阵方式。就我刚才有说过，一般的荧幕，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荧幕可能是就是所谓2000×1000的那个解析度，所以它其实后面有很多接线，那接线就是它会去所谓扫描它，所以一个一个接线或者是一排一排它去扫描，那给它电的讯号。那因为现在电子零件做的非常，就是机体电路做的非常成熟，这样的一个扫描基本上不是问题，就是说你可以透过直横的扫描，你去非常精准的控制每个画素要给它的电流跟电压。都可以控制得很精准，而且非常快速。这种经纬线的概念，对，哇，实在是太精彩，学习好多。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还有感谢所有现场跟线上的同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谢谢。